吃货朋友们，今天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级划算、绝对不能错过的美食活动——金华酒店伯利厅的仲夏居酒屋。餐厅装扮浓浓的日式风情，但这个不是重点，我们还是看菜单比较实在。豪华海鲜冻、和牛汉堡排、炙烧红虾、海胆握寿司等多样美味。当我看到关键字和牛汉堡排，整个人就嗨起来了，马上就定位。来看看这些画面吧，饱含油脂的和牛在炭火炉上烤，油脂滴落引发的火焰让外皮焦脆，入口后可降低和牛油脂太多带来的油腻感，提升整体的口感。端着盘子等待的时候，闻着飘过来的味道，啊，擦掉那不争气流下的口水，这趟真的没白来。今晚的目标就是和牛汉堡排，我一口气吃了六颗，真的满足到不行，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想看到汉堡排了。隔壁还有高级自助餐才有的炉烤牛肉，切几片搭配和牛汉堡排一起享用，今天的晚餐就是高级蛋白质的盛宴。旁边大排长龙的还有这道烤鱿鱼，很少在吃到饱餐厅见到这道料理，搭配居酒屋主题才会登场，一定要试试看。喜欢生鱼片料理的朋友，伯利厅也不会让你失望。为什么我这么推荐这场活动呢？除了食材一流，味道超棒，还有超值的优惠。周一到周四的晚晚餐时段，居然有买一送一的活动。下班后慢慢晃过来，停好车就能开吃。算起来一个人只要1000元，超级划算。我一定还会再去吃一次。